何池打何俊啊，何池有点狂啊，说这个一线都是玩具啊，确实狂得很啊。来看对局吧，来个跳跌落地要抓抓不到哈，然后接一个前 A 之后被反套下盘了。何俊也是很胆大哈，想要一套晕没有成功，哎，掏一手再射波，落地还想抓直接反套再射波，刚打这里好，这一波想掏下盘哈，他老二还是知道他这一手的，直接跳吸对他的下盘攻击。好，接着来，好跳抓，还好哈，跑掉了，继续射波再掏，转球葵花倒地危险，好落地抓重拳必杀了，再来，白鹤泽。这种百合泽没有任何威胁啊！葵花收招，哎，来，哎，贪心了，直接抓还行啊，但战逼想抓已经慢了。好的，好跳鞋，还想来贴着身，好摔跤倒地，二段抓逃开了。哎，好跳抓，很突然，重拳必杀。对，下一战机好却反，但是太远了哈。好，等点个赞，接着看。哎，完犊子了！还有两下重拳要打晕，危险。好，快一脚再反套下盘，反打晕了，还差一下。啊，就是要打晕，就要打晕，能不能中？对，相杀也要打晕你。说人家是玩具，也没有那么容易拿捏。何俊怎么说也是一线高手了啊，还说他是玩具。好，哎，远了，好倒地，危险，落地要抓被反头。转身来，我去，这一把想用葵花被对手直接反拍在地，在 AB 下 C， 好跳西抓，重拳必杀，哎，想打晕点，刚好打晕也行哈，再重拳葵花死了，我就算是一个玩具啊，也不会那么容易被你拿捏啊，就算要当一个玩具，也是一个带刺猬的玩具。收着好快啊，这个战敌好头上不正死了。Round four, ready, go！ 来二段抓行啊，正吗？对，正，铺地铺不出来，再拍倒再冲过来压制，好抢到这一招，哎，广西蓝之山被锤了一下，再刚倒。好，追着抓 ，nice， 这一下再震的话安全震了，哎，你看这个安全震你是扑不到的，刚吧啊，这一波不能闪身过去哈、啊，你闪身过去的话大猪已经收招了，可以跟你抢一个大破坏头，除非你要蓝之山，但这样的话你费了两颗气啊，不值当。刚吸的是对的，逆向可以吸，没有。接上了，好，撤回调整位置，好，头上伏地雷针，来吧，再抓，漂亮，暴气打了一点伤害，快落地再做啊，喂、哎，好，刚吸的牛逼啊，果然是玩具。